王果儿加钱。跟你说五角加不起啊。这次不加五角了，加一年啊。要不你把铺开台子都搬起来嘛。要得要得要得。要得个这样子就可以天天跟你在一起了。啊、可以。哎，王管，给我拿瓶可乐。杀鸡猛一点哈。你这个太冰了，给我换瓶红牛。要杯可乐是吧？对。帮我打开噻。好，拜拜。给钱呀。给啥子钱？红牛钱呀。红牛我是拿可乐换的，我给啥子钱？拿可乐呀。可乐我又没喝，我给啥子钱？王管，王管。啥子？我们西西呢？西西辞职不干了。咋还不干了？哎呀，不，你把西西给我找过来，你不找过来，我今天不上网了。你不上网好稀奇，滚出去！我给你分点小话就行。有有有，王管姐姐，搞点记账了。你会不会算数啊？你那么多废话干嘛呀？你别激动嘛，给我拿包中华。你要软的还是硬的？你喜欢吃软的还是喜欢吃硬的？你喜欢吃软的还是喜欢吃硬的？你喜欢吃软的还是喜欢吃硬的？你脑壳有病吗？哎，美女，那个你们现在在做那个充1500送3000的活动是不是？对。哎，可以可以，来来，跟我充，跟我充。你要充1500吗？充5块。那个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？没有。那个你再给我拿一个那个大锅海棠。帅哥，但是那个不叫大核桃，叫六个核桃。你管得我怎么叫？没有了，那你给我拿一个那个愿力月那个。什么？愿力月啊，那个就是吃了一个嘴巴黢黑，牙齿黢黑那个愿力月那个。你叫奥尼奥。嘿，王管，你怎么这样？我要喝水。水多不多？我要这个水，还要这个水，还要那个水。还有这个水，现在这一碗都不要。黑朵，不，如果你是太阳，你感觉我是什么？你是月亮。不是，我是冰淇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我的心融化了。你在开心吗？你在偷笑吗？没有。你是不是很开心？不开心。王果啊，嗯，认真的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很认真回答我的问题，你喜不喜欢我？我不喜欢你。难道你就没有感觉到我身上散发着一种王者的气息吗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喜欢我。我不喜欢你。既然这样，我必须要说服你。你要怎么说服我？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了。